6-7-8-9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刷一波吧，一会儿。我不打比赛。他们有点弱。就是比赛。来吧。等打红。等他们打。我上篮，然后得分。全军出击。等他们打一会儿啊，别着急。来呀，我也不想。什么不想？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想。为什么不想啊？想一下不行吗？那跟我来这儿吧呢？这有什么不想的呢？还不想？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主场。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啊！谢谢可乐炸养鱼，谢谢旭猫坤打灰机露一手。看好了！看好了！你先别跟他打了。哎，这是谁的球场？哦哦哦哦哦！为什么吵砸了？嗨呀！这家伙，燃平肌肉记忆，为什么不跟闪打大嘴？我不跑了吗？我闪现跑的，我还咋闪回来呀？我没看到一支队，怎么他打着了呢？不应该呀，距离把控没把控好啊。哟，漂亮！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是全力争取。可挺装啊，这磊妈，可挺装。兄弟呀、啊，俺俩这老越塔，这哪能行啊？你说，你别老越塔呀，老进塔里干，那能行吗？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真的，我发现了呀，这大嘴啊，就是有一个额外的，有一个额外的。我有皮鞋。哎呀，没有扣了，扣差一秒就好了。有一个额外的队友，他就是防御塔。我不需要队友，但我的队友需要。我们就出右就行了啊。兄弟，咱不能用扣补刀吗？你在那滚啥呢？滚来滚去的，你说。不要恨球员，恨你自己吧。
咱也不知道你装什么玩意儿呢。咱也不知道你装什么玩意儿呢，你有什么好装的呢？你说亮牌儿还？每条路都是我的路。来来来来来。快杀！快走！哎，快杀！杀完快走。OK， 回家。这奶妈，这里可没有眼儿啊！上篮，然后得分。等一等。哎，他杀俺们家维恩，他可杀不了啊！回血，别急，想杀我？哎 ，nice， 勾引成功，双杀 ，nice， 回家。谢谢降龙十八掌，五个飞机儿，又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！一个飞机儿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直接就板甲，知道吧？直接就板甲。咱也不用什么黑切啥的，都不用，就板甲，就右打血怒。这奶妈可挺烦人呢。我帮你把这眼儿排了，没了，那算了吧。感谢基建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五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我没看到一个，拉了个寂寞。我以为他大概能往前走那么一点儿，我们应该注意。其实哎，先走一走兄弟，来可以打，一个屁劈双杀，好辅助。不要破坏规则，规则过难。好，回家。感谢求救了，让我中，还有三秒两秒啊，最后一秒钟。感谢欧斯勒，这一出我们这不就狠了吗？这板甲一出，还有，我把它换个扫描，423的移动速度。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看看有没有跳弹啊？我们打一个，这波还可以双杀。过
血怒，打不了奶妈。我本来想给你人头，但是你确实是不争气，兄弟。哎呀，这刀给你补的。想给人头给不了，这是最难受的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回家了，我们回家出水银海。基本上拼我们是肯定能赢的，只要我贴到他们，这奶妈这种软腐啊，就是基本上贴到就死。下波直接闪现啊，闪现瞪他的奶，把他的奶给他瞪了。哎，这波可以打，我到了，直接瞪他的奶，外圈刮杀我，吃两口屎，小法师 W 接外圈刮，先把眼儿排了，然后我们去找到小法师，要后要他一波。走，要他一波，拉回来 W 金外圈挂一个劈，疾跑开起来 W 一个劈，居然没死，我一个劈五成血怒。哎，这是瞪回来 W 外圈刮，你来回家，血怒没续上啊，我这咋没死呢？我们歇手啊，歇手，这不卸手吗？就出右装，卸手板甲加振奋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玩剑姬？剑姬狠呢？但这个英雄吧，比较考验操作了，真的。可以练，好吧？这英雄练起来其实猛，挺猛的。像刀锋、剑姬这种的，都比较好上分。但是前提你得能玩好。那盾回来 ，A 接 W 接外圈闪现刮接跑，打不死，回口血的。拉回来的鳄鱼，兄弟们都走！死不了，应该。我们这一千呢？
通过旅行，今晚我要大杀四方了。俺们这可是1000块呀、蓝枪800块，我们1000块，1800块。插个眼儿。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太好了！我这一个 Q 能 Q 死外排兵哎。这就是坚强。来，这个炮车我拿了。飞机上啊，这波回家可以出蟹手了，我们可以回家出蟹手，走，我把这大嘴杀了。A 接 W 接外圈刮接平 A 拉回来平 A 一个 P 快跑，也老鳄鱼。把老鳄鱼给我杀了，漂亮。炮车，我的炮车，我的炮车，哦，我的炮车，回家了，我们出蟹手的，然后出点魔抗，只要右起来就行了。把这振奋出完，我们再出个实现鬼板甲。加43，因为我有辅助清兵规则了。我觉得他不应该有这个，凭什么辅助就不能补兵？凭什么？我就想开发开发这种辅助英雄，不行吗？快点来吃兵，兄弟们！这兵没有人吃吗？你来，我有蟹手的兄弟。那艾克有大不好杀，算了。我们可有剑筋儿啊，来，哎，我们就在这晃，知道吧，勾引对面拉回来，回来没一个屁，我血怒了，外圈挂 W 有点脆呀、啊、这最后血怒没出来，有点烦。这不血怒没出来，真是。脑淤血了。血管堵塞了，不是那么特别幼啊，感觉还是脆了点，不愧是大嘴啊，打人挺疼。这蓝咱就不要了啊，这剑姬出完九头蛇出死亡之舞，别这么出啊，出完九头蛇出那个三项。
哎，过来啊，一个劈啊，没劈，这也没法上啊，这擦两个眼儿，把他眼儿给他拍了。我们就在维恩旁边保着他啊，在这保着他，别让他死了。小法伤害有点高，600多法强呢。我感觉这维恩再烧要死了，把下路塔给他推了。小伙子往哪走？哎，这没打死啊，这也太难受了吧。是不是有点装杯了？咱这是不是有点装杯了？我这一看，哎呦我操，兄弟有点疼啊！这他给你个大，给你直接甩死了，这我可救不了啊！只能说这小法师的虚区他有点高。来个头盔吧，这。当你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先整个头盔，这样小法师大嘴打我都不是很疼。红咱就不要了。下一波小法师没闪现，我们直接把他瞪死啊。下边直接把他瞪死，这就是接球。哎呦，哎呀，打不了。兄弟们，我这不没了吗？救啊，队友呢？救一下呀，这。没事，这波我们打赢了，虽然我死了，但是我们打赢了。小法师可没放大啊，为啥救你？因为我是我们家杀的人最多的那个人啊，顶梁柱啊。可恨苍井已成空，我听我的肛门会上瘾。兄弟快走，我给你保驾护航，好吧，你能不能别吃那个大招了。还好我们跑得快。呀，出现了点问题。呀，来吗？揪他的来。一个劈，哎呀，劈错人了。外圈刮拉回来 ，A 接 W 出血怒平 A 拿下，外圈刮拿大龙。我操，小法师19成杀人说。
美甲的窃魂卷可要小心一点啊。拉回来闪现 W 外圈刮死，刚打的蓝漂亮。我觉得落手的英雄其实挺恶心，你说他一个战士型英雄啊，啥也不用干就可以获得35%的护甲穿透。嗯，我觉得这应该把这护甲穿透给他整没。凭什么带护甲穿透的？凭什么？那大青雨才加35，你相当于给了多少钱？给了2800，领先你2800块钱，你想想。魔法伤害有点多。咱来一个板甲。本甲给猴子，我觉得可以，应该把猴的扣技能加一个负，加一个被动，加30%护甲穿透。这是怎么的了？这是不蹬回来，打不了外圈刮 A 一下，平 A 拉回来 A 键一个 P， 哎呀疼！去不了了，兄弟，看你的了 ，Nice。摧毁建筑加了9点，物资还是可以的，这物资啊。嗯，这物资。